就是非常的感谢，就是万能给我这个机会担任这个歌唱比赛的总评审。那么当然，借你们的掌声，给我们的有万能有惊喜，有大家。好，非常感谢我们万能的荣誉主持人。接下来我知道，因为之前我们在记者招待会的时候你开了嗓子，今天我想你不唱歌应该也下不到台，对吗？掌声在哪里啊？要跟李豪老师唱歌吗？妙花无声啊，老师你下不到台了，你以为我接下来上来点评吗？好，先说了，你听完十二位过后你的感觉如何？ OK， 那么真的十二位参赛的歌手真的从初赛，然后来到今天晚上的总决赛，让我们也让我给我很大的惊喜，尤其他们所付出的和他们努力的肯定没有白费。那么我在这里希望在座的朋友们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，好不好？鼓励的掌声，让我们马来西亚未来在这个方言方面多多的提升，多多的创造出很多的歌手出来。好，好，那接下来到表演时间啦。其实你准备好歌了吗？可以的，我曾经在 Facebook 里面都有附上去了，他们每个都很赞同我今天晚上来唱歌。你们喜欢唱歌，喜欢我听我唱歌吗？老师好紧张啊。OK。好，那么我相信在座的很多朋友应该有一些啦，如果老一辈的肯定有听过我在歌厅里面唱的，以前我们在歌厅就是在天虹歌剧院啊，或者在那个小型的歌厅里面我都是在那边驻唱的。那么今天来到这里我已经沉睡了很久了，就为了我们的我把爱唱苏醒吧，好吗？带来的歌曲是 OK， 带来这首闽南语曲子《夏郎也了解》。夏郎也了解，掌声欢迎我们的主评审老师李豪老师。谢谢。
李豪老师没有一场缺席，非常的配合我们，也非常的给我们每一位评，每一位啊，可以说每一位参赛者，他都会严厉的去指导，希望可以唱得更好。那今天我相信十二位拥有这样的成就，李豪老师就是鞠躬不少，再一次感谢你，掌声再次给我们的主评陈老师，李豪老师。好，接下来请。 我们几位评审老师一起上台，有的是林文庆老师，掌声欢迎苏华豹老师、于立松老师以及王美学老师。好，在先请老师们和我们的 MegaTV业务发展部总监王伟聪先生呢拍一张大合照哈，先给记者拍一张合照。 接下来请我们的，首先颁发的有我们李豪老师，我们的主评审老师，非常感谢您，大家掌声不停啊，因为这个是我们对于我们评审老师的感谢。接下来我们的林文庆老师，紧接下来是苏华豪老师。 接下来，我们请工作人员把我们准备的这个鲜花，可能是献给我们每个评审老师。非常感谢您的出席，艺术花和一个小纪念品，代表我们对你们的谢意。衷心感谢你们，因为你们，我马爱唱福建客家歌唱比赛才能够走到今天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和全世界说，我们是专业的一个比赛。掌声给我们五位评审老师。 好，接下来请吴伟林老师就座，也感谢我们的业务发展部总监王伟聪先生。
其实成绩已经在我手上了，一个老师，我们还是紧张一点的，不要。首先要颁发的是附属奖项，有的是最佳造型奖。我们先请出我们的颁奖嘉宾，有的是我们极限造型 Steve Group Management 的 Mr. Anthony， 掌声欢迎，移到舞台上，掌声欢迎我们的颁奖嘉宾，给我们颁发第一个奖项。 大家获得500级星的陷阱礼券，以及 Kim 的500级陷阱礼券。获奖者是今天啊，可以说是面目全非，我看不到他是谁。第二是我的蓝光耀，掌声欢迎，恭喜你获奖。来，掌声给你，欢迎我们的。 这个奖项呢得奖者，好，恭喜王亚，也感谢我们三位，请就坐。好，你可以，然后现在可以旁边哈。接下来颁发的有最佳台风奖。 我们联合颁奖掌声欢迎。好，那这一位朋友呢，他会获得我们500级限定奖以及奖品解锁。刚刚呢，李老师就一直非常好奇要东西的问他了。 你的舞步从哪里学的啊？好，给我们的主要的罗伟宏掌声欢迎，恭喜你获奖！伟宏在哪里呢？我们今天最小的一位参赛者，只有10岁了。哎，郭老师可以一起拍张合照。对，中间刚刚比较美。 现在已经小飞一坐就只有我们的啊，伟宏了。谢谢我们两位颁奖嘉宾，请就坐。啊，伟宏先不要到台上，是谢谢我们老师。伟宏先留在台上，我们要拍张大合照啊，待会。接下来有请林冠希老师以及王美萱老师，我们颁发接下来的奖项——最佳人气奖。而这个奖项其实是由现场所有的朋友投选出来的。 那他将会获得500级限定奖以及奖杯一座。再次请出我们的颁奖嘉宾有林冠希老师以及王美萱老师，掌声欢迎。你们觉得会是谁呢？你们投了给谁？有伟宏，还有其他人吗？9号、10号、9号、9号，那就9号了。 对，就是你了！哎，这个奖杯现在交给我了，那我们有这个奖杯。这个人气奖项获得500级限定奖以及奖杯一座，恭喜你！已经是双料的这个奖了哈。最佳人气奖是由现场的来宾朋友所投选出来的成绩，再次恭喜我们的伟宏得到现场朋友的青睐了。好，可以了，哎。 可以拿到吗？可以有一点重啊！谢谢我们两位颁奖嘉宾，小心哦。颁完了附属奖项，接下来要颁发的就是冠亚季军了。好，开始有些紧张，先请出我们季军的颁奖嘉宾，有的是主评审老师李豪老师上台，掌声欢迎。 我这次颁奖的方式，我们就比较特别一点，我们混合性颁，先把客家跟福建的季军奖颁掉它，冠军待会再提哈。荣获我们客家组的这个季军奖的是客家组。
他每一场呢唱的都是以民谣的方式，那今天带来的歌曲呢是客家情，再次说这客家情，掌声给我们表演的普群音票八号的普群音，掌声恭喜你获得我们客家组的季军奖。是的，积极专属可以获得我们的名表一支，价值1080令及3000令斯尼的课程礼券，3000令的现金奖以及奖杯一座，恭喜我们的群英。接下来宣布的是福建组的，那我们请群英留步，待会跟福建组的一起拍张合照。我们福建组获奖的是编号2号的陈生，掌声恭喜你获奖。他们将会获得1080令的名表一支，奖杯一座，3000令的 SNIP 这一个课程礼券，以及3000令的现金奖，总值是7080令。恭喜你，好，谢谢姚老师。啊，你有手，你有手啊。姚老师，这真的是很辛苦啊，在整个比赛上。接下来要宣布的呢，是季军。季军宣布了叫亚军的时候，对吗？马上掌声欢迎我们荣誉呈现单位 Man One 的有 One 的有机械快乐，掌声先给 Man One 的，再欢迎我们的前辈训练总监，他都称之为先生上台我们颁奖。先颁发的有我们客家组的亚军奖啊，客家组的亚军带来的歌曲是梅州我的家乡，有的是编号10号的王赛后，掌声恭喜你。掌声恭喜我们3号的李子华，恭喜你。你们觉得谁会获奖啊？还有谁没上？有人说4号，等一下啊，客家组没有4号哦，客家组最少是几号？哇！反正他刚刚在唱歌的时候，老师也说了，仿佛刘三姐在世。掌声欢迎第二十号的兄弟，你获得我们客家组的冠军。恭喜你依琳，因为不是客家人，他是因为福建人，但是为了追求他的梦想，今天他征服了客家歌曲，掌声给予他。
以先请一位可以到我们舞台旁休息一下。接下来这一个奖项啊，胡建竹的这一个奖项，同样的谁？四号，还有吗？七号，还有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。好了，你们喊完了。那这一位朋友呢？我一直以来都误会了。我误会他是荣国人，事实上是为了我们比赛才去荣国啊！恭喜我们四号正规获得我们卢建组的冠军，同样的有请我们的万邦记者陈国志，请冠军主持人的陈志友先生为我们颁奖的。一起到台上拍一个大合照，同时也要有请我们台高地的业务发展部总监王伟聪先生，以及 Steve Blue Management 的 Anthony Stanley 上台一起拍一张大合照。好，我们也请所有的参赛者一起获奖者一起拍一张合照。好，因为舞台太长了，我们就下舞台上。